今年29岁，我目前是职业摄影师。平时的兴趣呢，我喜欢骑着单车在城市里面闲晃，拿着手机拍照捕捉影像。找到一些影像，或是刚好在你眼前那一刹那、那一瞬间，可以跟你心中刚好有一个默契。阿丹那一系列照片有让你觉得是很创意的吗？我觉得有些概念是还蛮不错的。OK， 对，所以就觉得天然老师有用心做出一点新东西来。因为他不用心的话，我也会逼着他用心去做。因为有一些东西也是他想。徒弟逼着老师用心。徒弟啊，督促啊，不是，因为他我带着他，他也要帮我想一些东西啊。校花的第一姐姐啊，对对，这样蛮好的。社会边缘的流浪汉那种感觉，这是啥？对对对，很好，你真的感觉可以再更强烈一点。对，那种。拍完照之后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，我们档案进到电脑里面，需要做部分的调整跟后置，这些东西还蛮重要，因为它关系到这个影像最后成像的品质。